回想我们在成长的日子，在旧国团的日子，你的梦想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承诺，只要我今天彰化团友会很开心，大家都来到彰化，增加彼此的情谊，也能够互相学习，那给社会更多的关怀。我想这不会是第一次，我们要一年一年的来举办这样的非常有益的活动。那也期盼未来我们各个县市也都能够轮流来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不管是谁当会长，不管是谁当主委，我们就用很开心、很阳光、很正面的态度，用行动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感谢各位，感谢我们彰化团友会的服务团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来到彰化。今天真的很感谢彰化团友会的所有的伙伴，让我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呢，中部五县市的大家联谊在一起。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让救护团明年会更好。我们陈会长，彰化县陈会长举办的这项联谊活动，让我们大家投入救护团服务奉献，更觉得珍惜，更觉得有价值。陈会长所倡导的这个，我们希望公布现实公益爱心活动，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更加彰显我们救护团的典范跟价值，塑造我们救护团，甚至彰显我们团友会的公共形象优良的，特别向陈会长表达崇高的敬意，很感谢。今天的讲义是一个惊喜，我想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在总团部规划的范围外，是属于一个自主性的联谊活动。我想陈会长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年都有机会再聚啊。我们台中市也欢迎各位的到来，仅此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我也来讲一下吧。我们这个在这里，我们你看这个歌曲过去有很多很好的回忆哈、哦。那么把我们救护团的情谊再次连接的很紧密啊、哦。那么我们也需要再来做一些这个公益，我们一起携手累积点滴哈。哦，
让我们普遍的我们的社会大众都能够看到我们救国团的存在，救国团在做什么哈。那么金钱的布施是一种功德，但是如果我们能来起一个因哈，一起让大家来投入来做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公益的活动的话，那功德更加的完了。好，谢谢。谢谢彰化，谢谢我们救火团，一日救火团，终身做不完，待会也会喝不完，我们一起努力为救火团来奋斗来努力，谢谢。那田主委哈，刚刚尹总哈讲完之后，我们就入座。我也好伙伴，你们好。好，一入救国团，做出救国团，我们要团结，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难，这个关注加班，好，这个救国，谢谢，谢谢。还是一样，欢迎各位有心人、热心人，各位都是美丽的天使，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是。谢谢我们台前所有的这个会。我只有把这个资本资料给各县市团友会的会长们啊，我们有印很多份，只是一个起头。那今天有提了大概四个方案，我个人会觉得刚开始第三个方案是最可行的啊。那方案一就是陪伴孩子啊，去读书，那办营队。我们这个很快的把它看过去就可以了、哦、那这个营队活动大概每年十万块，对五个团友会来讲，大概一个团友会只要2万块，我们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是第二个方案，提供一些学生、哦、那或是单亲家庭的办营队或者是陪读、哦、那第三个方案也是我认为最可行的方案，也就是五大县市，我们每个县市是不是长期来关注一个或两个活动？我今天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案哦，一个大概的一个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来认养高中哦这些比较清寒的学生？那让他们一个奖助学金，那这一些受到我们关注的这些贫童。那他必须要再去服务其他的国小、国中、国小啊，去做一些爱的循环、善的循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分享。那这个案是最容易做到的，也就是说比较单纯啊。那这个部分他们做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做关怀。那再来就是第四个方案。第四个方案其实也相当不错哦，这个就是我们在中部地区啊，提供一些比较贫困的或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的啊，他们的一个每周末的课业辅导。那这个课业辅导也就是长期关注这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孩子们。那今天我为什么没有去提到老人这一块？因为我想，如果叫大概不需要花很多钱，三百五百七千累积起来就有很多。那我相信各县市团友会也都有一些人愿意更大力的来支持跟帮助这样的善的循环。计划里面呢，我们把它纳入。那可以的话呢，我们大概做一个善意的交流之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定案，这样可行吗？这样 OK 吗？那是不是有哪一位伙伴要举手一下，做个建议？有没有要建议的？觉得这个提案，好来。会长还有各位会长，我想说，其实，在第四个大手拉小手，那在第四个那个大手拉小手，我觉得是一个很有亮点哈、哦，配合我们那个经济部还有我们教育部有一个。就是师傅带着徒弟走，那我觉得说其实再延伸下去，我们团部也可以办一个类似创业的一个 g
Group 他创业的一个基地，这样子让我们来这边可能有一些弱势的他需要一些工作，然后我透过我们团部有很多的这些老师专业的教，包括烘焙包括舞蹈，可以带着他们走出来，然后让他们可以有一点收入。如果孩子的秘密基地计划这个相当不错，因为现在各县市都在推动阅读，那么如果说利用各县市透过教育处协助，那么我们团友会洪秀腾本身有蛮多的书，我们想陪孩子读书，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办法，甚至我们想说孩子的家长也一起来，我们想说像除了可以培养亲子的关系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真的让孩子去大量阅读，因为大量阅读的话真的会提升这种学习的能力，我就想说秘密基地希望陪伴专案的这个阅读是一个很好的做法，谢谢。好，谢谢啊，谢谢我们的伙伴。那不知道还有哪一位伙伴可以？这个暑假里面有关第二项的暑期夏令营啊，我们云林县是曾经办过，那我们觉得效果是很好。那但是当然这个是可以，只是照顾到少数几个。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本身救国团本身这种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每个县市的救国团的团委会或者是我们的青年活动中心都有一些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可以去运作，那我们可以跟县团各做一个结合，以最少的资金做最大的功效的发挥。那我们当然如果集中在所谓弱势儿童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我们县团里面的有关夏令营的活动做一个稍微的区隔，我觉得现在的弱势儿童对自信非常的薄弱，这个是我们去关注过一些所谓夜光天使这一方面的学童有共同的现象，而且现在外配的子女却 越来越多，那我是觉得说在弱势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在我们用整个团队的救国团的团队力量去重新组合。至于陈主委他在讲的，陈会长他在讲的这些案子其实都很不错，都是推动一些我们小朋友的服务，弱势团体的服务。那其实在这个社会中很多的东西，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的教育相当重要，那尤其是品德教育在这一块，以我们的年纪我们的品德教育都做得相当不错，可是现在新的小朋友他们新的一代可能对于品德教育反而很欠缺，我觉得是不是能够从品德教育去再做一个开花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品德真的是很重要，如果你品德不好，再怎么样优秀的人员，到最后反而是一个乱源，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朝品德教育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一点，在我们的人力跟财力部分，我觉得救国团的人力绝对没有问题。那财力的部分，那其实品德教育也不需要太多的经费，甚至于可以做到遍地开花，让所有的国小每一个暑假、寒暑假都有这样的活动。甚至于免费提供，可能花不了多少钱，可是重点我们真的做到，把所有的乡镇市各国小遍地开花起来，那我觉得救国团绝对是一个亮点。谢谢。辅导我们都做过了，但是我发现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其实弱势的家庭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然后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应该需要亲子以及家庭的统合教育，不只是针对小孩子，针对家庭的沟通跟那个协调，跟我是觉得这方面应该需要去加强。只针对小孩子，说真的是够不好的对啦，所以我想说这四个方案我是觉得说可以等大家研究一下，用有意见的就由彰化县团友会来统筹他的意见。我是觉得说刚刚针对囡仔这一块，感觉好过是无好的啦，我的意见，谢谢。谢谢。我大家现在一直认为小孩子是妈宝，那我认为啦，小孩子的根本问题有没有？这个小孩子我们要怎么去教他？从他的生活起居开始做起，我认为这比较重要。今天书在怎么读有没有？小孩子有没有很会读书，但是他生活不会，一双鞋带都要妈妈来洗的。所以我导致来说，我们着重的重点是不是要从他的生活起居最根本？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种生活来教起，我们可以到他到外面的正是他旁边所这个是稻子，我们吃了饭就从这边拿来，
所以我认为很多事情有没有要从根本的来做起，这是我个人一个小小的意见，没有开导，谢谢各位。刚才也有人提到这个父母亲啊，家庭教育啊很重要，所以我们呢，这个办亲子教育，那然后呢也比较有效果，对不对？对，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前座委大伟，借用今天的时间。OK， 好，谢谢，来，我们请从这边下来，来，南投，那现在请云林准备。好。旗舰店曾左营的店今天开幕，但是他今天在这边，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王总，我跟大家报告，因为今天这个日期是很早就好几个组规定下来的。那我们高雄的旗舰店，左营跟凤山高雄的旗舰店是三个礼拜前才决定的日期，所以当然是先定下来的日期优先。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一天，那我晚上就会到高雄去跟我们伙伴发打气。谢谢各位的弟弟，谢谢。
那个大升完以后，我们这五个拿到金币的人，今年拿过的就我们可以就这。哦，赢了，赢了，赢了，我们赢了一线。最赢的要先选呐、啊，我排在五年哦，五年哦，叫我 keep 住，叫我 keep 住，哎，赢了别人就赢了，搞到风顶说赢的人可以先选，所以赢的人就要办，我选在五年哦，会长不知道心里面在打算什么，但是我们表达一点意愿，我们。希望台明年到台中市办。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请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因为有两位会长在反映，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年一次的活动，我们希望持续，但是希望就是我们中部五县市的典礼可以三四个月轮流来举办一次。那如果这样的话，现任的会长他们就都有机会可以来举办典礼。那如果像是我们今天主轴的有主题性的专注在某个领域深度关怀的公益活动，但是每年举办一次，但是三四个月就让不同的县市来办一下年。刚刚是有两位会长这样反映，所以我们刚刚我们副总干事在主持的，其实就是在三四个月来联谊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跟各位补充报告说明一下，谢谢各位。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台中市的伙伴说，会定加加加，他们也有很大的勇气。其实，在之前我们有做过演练的，啊，这把这把美女是上面办。没关系，我们放你总干事可以外借，就只刚冷清了哈。所以我想说，我们既然答应接下来，不管这么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接下去。哦，刚刚哦，这个我们接了以后，南投的黄会长都啊，你板尿瓦罐，所以我们连后人的地主都已经敲定了。我们很感谢啊，黄会长，阿春呢要有一个表列啊。我们一定会好好规划，让大家满意啦，期待我们明年台中见。